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台北进行式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简嘉宏。2022也即将到年底了，那在今年2022这一年，从开年的2月就还蛮热闹，然后蛮多事情的，然后其中还包括了中国的权力转移，这么多的国际大事呢，我们可能需要请一位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学有专精的一些专家或者是媒体工作者来替我们盘点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很高兴，然后也很特别，我们请到了一位同行，他之前在纸媒还有网络媒体都待过，那处理国际新闻的经验也很丰富，甚至还出国采访过。那他现在目前任职在静电视的国际新闻中心记者，他是吴若瀛小姐。我们请若瀛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嘉宏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若瀛。若瀛她其实可能大家看她年纪轻轻的，但是她的那个新闻经验其实还蛮丰富的，至少大概五六年以上。然后我们是想就是今年因为已经到岁末年终了，好啊，每年的岁末年终大概就是各家媒体在盘点或甚至预测明年新闻走势或是世界大事的一个时候。那在今年，我们刚刚之前开场跟听众朋友提到，我们从二月的乌俄战争开始，其实就是蛮给世界带来蛮多震撼的。那它的影响包括供应链啊，然后原物料的上涨，甚至于改变很多地缘政治的一些现状。那我们请若瀛先来盘点一下，就是你认为2022年大概有哪些国际大事是比较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或者是你对那些国际大事有一些什么看法？这样。好，就是像嘉宏哥刚刚讲的，就是在每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就是媒体也都会盘点国际新闻，常常会有看到媒体做什么十大国际新闻啊。嗯。那我觉得今年整体来讲，其实在全世界最有感的一定就是唯一一个就是乌俄战争。那我觉得十大新闻的意义就是这十大新闻除了对这个全球国际新闻的局势有重大影响之外，其实很多日程很多平常这十大有点像是一个组织感，嗯，那其他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它周边的继续延伸。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回顾这一年都发生什么事的话，觉得的确是透过十大就是可以稍微抓住今年的一个方向，一个大脉络。对，然后从那个大脉络去看，也许2022今年发生的事情还会继续延续到2023，甚至于可能两年后五年后都有可能。对，对不对？对。那今年就是最重要或是当然就是乌俄战争。那乌俄战争我们记得是从2月24号开始，就是普丁宣布这个特殊的军事行动。不过就是会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会觉得说，诶，2月24号之前就是全球的全大事就是从这天开始，那2月24号之前我们都在干嘛？对，就是怎么会从这个，其实今天我算了一下，如果到12月30号左右就是乌俄战争的第300天，刚好300天。对，刚好300天，应该是12月30还是12月20号左右。对，然后那对啊，我想说哇，这一切怎么会突然开始？因为如果就是在平常工作，就是那个电视台编译嘛，那一天真的是就看到那个快讯这样一直啪啪啪啪啪一直跳出来，一直跳出来 ，breaking news breaking news 怎么样？就是大家一定都很震惊，就是怎么到现代竟然会有人一个国家真的入侵或是攻打另一个。一个大国这样真的这样对另一个国家。若瀛，我这边岔开一下。好，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之前一直跟社内就是我的公司的同事说不会打，结果就被打脸，因为那天2月24号，就是像你讲的那个 breaking news 跟那个 flash 一直出来的时候，我就很震惊，我想说这是真的假的，就是没想到普京真的这样做了，就是他不管乌克兰的主权或是领土等等，他就去破坏他的完整性。然后他带有他的理由啦，我们之前有一些来宾也一起讨论过，就是如果假设我们站在普京的立场，我们去想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好像也蛮合理的。他只是说我们不赞成任何用人命当代价的任何的行动，外交行动甚至于战争。然后其实就这件事情来讲，对我来说我是
整个傻猪，就是我完全没有准备它会有发动的一天，嗯，或甚至说不会那么快，嗯，可能他那一次2月24号的闪电战，我相信他也是想说可能可以很快拿下来了，嗯，没想到事与愿违，对，他的确一开始的想法是要打闪电战，觉得很快就能攻下首都圈、首都基辅、嗯，但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战争就是哇，竟然拖了变成泥淖战、嗯，那他自己其实也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不过就是我想到刚刚嘉宏哥讲的那个，就是我自己真的比较看的，我觉得可能看的不够远，但是以近四五年来，就是都在国际新闻领域相关，我就觉得说我们有一种放羊的小孩的感觉，就是平常常常会大家都很爱示警，一直警告说什么地区非常非常危险、嗯嗯，所以警告到最后其实大家麻木了，所以没有想到就是乌俄战争开打的时候，就是给全球这种震撼感。对，那对啊，就回想说，哎、欸，这个乌俄战争到底近原因当然很长，就是牵涉乌俄历史、嗯。那近因就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它是。不能说是经营，是怎么从时序上哪边开始的？嗯，其实就是12月开始，普丁就在这个乌俄边界乌东集结了大兵。那时候国际新闻写起来就是好像淡淡的，就是刚开始会是说哦，写了集结10万、14万、17万，然后就是这个美俄会唱双簧嘛，然后白宫每天都会说哦，现在他的。能够攻打乌克兰的能力大概有百分之多少，都还是觉得说大家都要冷静克制、嗯、然后不会真的打起来，然后会觉得俄国那个是一个 gesture， 对、哦、就摆一个姿态，对没错、嗯、那他好像也没有说他要真的打、嗯、那另外一个我在想乌俄前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国际大事，其实就是北京冬奥、嗯、那时候可能大家都忘了，就是北京冬奥是2月4号到2月20号，然后我就发现哦，就是，大家都一直在说普丁什么时候会出兵，什么时候会出兵，人家都说他就是要给习近平面子，让这个冬奥打完。果不其然，他是在2月21号的时候就承认这个乌东，他的旗手是先承认乌东顿内茨克还有卢甘斯克、嗯、他们的独立地位。嗯、对，没错。嗯、那一天开始，就是从12月开始，我们国际新闻一路写，然后比如说又写到。在这个时间中就有2月8号，就是马克宏去找普丁在克里姆林宫长谈了5个小时，对那个画面不止长谈了还长桌子，对就是那一场会议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两个中间的那张非常长的桌子，一人坐一段，对然后那场会议有什么结果呢？其实就是没有结果。对对，我非常想念梅克尔在之前他所扮演的角色。怎么说？梅克尔一卸任之后，你看整个欧洲甚至世界没有人可以跟普京对话，嗯，就是说大家就从这个事件就可以显出梅克尔之前的重要性在哪里。 嗯， 嗯，我相信如果梅克尔假设还在的话，嗯，应该可以稍微拉住普京一点，嗯，但是普京在失去了一个对西方沟通的媒介，尤其是像梅克尔这种他们私底下也有交情的人的话，嗯，这个我相信对世界局势也蛮大影响的、嗯、尤其是从马克宏那个桌子来看起来就真的很冷，很非常不给面子的一个做法，而且他的理由是那时候疫情怕法国或是他们的随从人员接触到普京的生物特征什么、嗯、对对对，那个根本就是你我就问、就是、找理由，是是是是是、嗯、好你继续，就是在那个刚刚张宏哥说到梅克尔，就是梅克尔这个很多人说为什么普丁会选在这个时候开战，一个原因的确就是说梅克尔已经卸任了，所以欧美国家刚好处于一个比较群龙无首、嗯、拜登也没有办法有效团结西方的这个时候来出兵，是对啊，那这个展现就是在我们刚刚说的2月8号克里姆林宫的那个5小时但却没有任何结果的会议、嗯嗯、那后来不过刚才您说这个梅克尔，我其实也是但后来还是保留嘛，就是梅克尔是真的是有效沟通，还是他只是一个延长性的毒药？那可能就另外讨论、哦。对，这样是、嗯。但是，对啊，后来他起手是就是承认这个顿巴斯的独立地位，顿巴斯地区、嗯，然后竟然就这样真的打起来了。我们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会一路打了300天，将近300天。然后，而且刚开始、嗯，就比如做国际新闻，你会。大概前一两个月
天天电视台开稿啊，或是我相信平面媒体开稿，一定都是我今天又打到哪了。对，就是每天会更新战线、嗯、战况、嗯嗯、但我觉得很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蛮感慨的是，对乌俄的，对，尤其是对乌克兰人民来说，这些是很切身很切身的痛苦，但是其实放在国际新闻里面来处理的话，它时间越久大家跟着麻木。对，就是他们很痛苦没有错，痛苦是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我必须说时间越来越久，我们现在有时候没有办法，就以国际新闻人力来说，不太可能在每天都在更新乌俄的战线情况，如果有的话可能要比较重大的，可是我觉得对乌俄来，对当地人民来说，这个感受是每天每刻，或是就是比如说现在天寒地冻，受最直接感受的就是他们自己。洛莹讲得很好，就是其实我们一般在看这个战争，而且说实话，我们如果就一般媒体从业人员来看，之前有处理这么大战争的经验，应该就是2000年出头的反恐，然后就是阿富汗或者是去打伊拉克等等，然后这么长时间的战事观察跟开稿报道，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所以中间隔了大概10年或20年了哟。然后洛莹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看这个乌俄战争，我们是遥远的台湾媒体来看它、嗯、但是其实在俄国人，在乌克兰的心目中是他们切身，他们可能亲人受伤或是甚至死亡上战场、嗯、这是一种切身的痛，在他们来说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嗯、就不是不只是我们平常的生活报道、嗯、然后其实就你这5-6年的那个国际新闻的那个从业人员来看、啊、你会觉得这个乌俄战争台湾有没有什么着力点，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乌俄战争有台湾给台湾什么启示？如果以台湾的角度来看，会是各国对乌克兰的态度，嗯，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反应？就是、嗯、那时候战争开打初期的时候，会一直有一句话一直在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嗯，那时候喊得很响、啊。对，喊得很响、嗯。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现在来看还是很有很值得的，不能说参考价值，但会说、嗯、最常比喻的就是我们跟乌克兰一样，同样是有一个威权性的邻居、嗯、就在我们旁边，没办法选择。对，没办法选择、嗯、地理位置上，我们天生就是要面对中国，嗯、他们天生就是面对俄罗斯。嗯，那美国、欧洲或是这个西方联盟怎么帮助乌克兰？乌克兰自己怎么对抗俄罗斯？换到我们身上，可能有一些情况是可以适用的。嗯，对。那就比如说、嗯，战争打在自己的国家，就是死的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同胞、你自己的家人、亲人。对，那人家帮你没问题，可是你也得出力。嗯，所以那这就讲到，比如说台湾国防。这个最近，延长兵役，对，没错，这就是跟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有关系。嗯，对，所以牵扯到台湾、嗯，那就会觉得，其实以前陈平时期的时候，会把政府的预算会拿去做在社福、做在教育，可是当今天时局不一样的时候，可能整个国家的预算资源走向就会要更放在国防。我相信这对台湾来说也是一样的。嗯、那人民对于战争的态度，就是我们以前会觉得，比如说，包括等下后来可之后，接下来肯定要讲佩洛西访台，也是今年的国际大事。嗯，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也觉得也是一种很像放羊的小孩，背后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直会说，一直在讲说中国会打过来，中国会打过来。可是讲久了，台湾人麻木，全世界麻木，佩洛西这个事情又给我们一个。等于是警讯，就是其实中国是真的会有动作，就跟俄罗斯一样。嗯，洛莹讲得很好，就是其实他们在一般处理国际新闻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跟台湾找连结了。但是如果没有办法那么直接连结的话，我们就希望用他山之石来看我们自己能够怎么做。那这节节目，我们先请洛莹跟我们讨论影响2022非常大的一个乌俄战争，甚至可能还它的影响还会到后面几年。那下一节节目回来，我们再请洛莹跟我们继续分享其他在2022年他所认为必须跟观众朋友分享、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盘点的一些国际大事。我们等一下回来，谢谢。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这里是台北进行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简嘉宏，在我身边的是今天的特别来宾，静电视的国际中心记者吴若盈小姐。我们刚刚在上一节的节目谈到了，因为这一集我们要谈的是2022的国际大事盘点，那相信很多听众也跟若盈的感觉一样，就是其实在今年要举出一个最重大的国际大事，可能就是乌俄战争。它影响的不只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层面，还影响了全球的很多，不管是物资或者是原物料的上涨等等，这些都是战争以外的副作用。那这些副作用，我们刚刚在听若盈在盘点的时候，若盈提到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好，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些国际事件的时候，怎么样去把它跟台湾做连结。然后做连结之后，相信也是他身为一个国际新闻的媒体工作者很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除了在传播这些新闻之外，可以带给听众或者是他的观众读者有什么样的别的东西。那若盈，我们顺着刚刚的乌俄战争来说，因为你刚才提到就是你把它跟后来的那个 Pelosi 访台然后就连在一起讲，我们能不能请你再多就这方面来延伸一下，就是我们如何从乌俄战争跟 Pelosi 访台，然后来看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这样。好，就是这乌俄战争其实对刚嘉宏哥有说，对全球局势造成很大影响。那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我会想特别讲的，就是在乌俄过后，乌俄开打之后，全球这个地缘政治关系就形成新冷战嘛，有人说冷战 2.0， 然后变成一个东西集团的对抗。觉得这一年在写国际新闻里面，这一个主论调感觉真的非常的强烈，就是所有的新闻大事，其实或是所有的外交领域，你会觉得背后都是两个都是同样的原因，就是东西对抗，就是无论是比如说这个拜登去东协啊，或是习近平什么上合峰会啊，这些台湾媒体或是国际媒体常常会的定调的观点，就是会说美国拉谁谁谁来抗中，中俄联手什么。如果是你是比较美国角度的，你可能就会说哦，中俄找这些边缘人一起组边缘人联盟什么的，这是比较美国角度的说法。当然，那所以就是会觉得说这一年的国际新闻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两大势力在对抗，就是美国跟西方对上中国、伊朗、巴基斯坦或北韩、中亚这些国家。那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乌俄战争给他们的启示就是要重新，比如说欧盟就讲的直接讲了，就说他们要重新平衡欧洲关系，而且对威权的政体有比较强烈的警讯。比如说肖兹那时候在20大之后想要访问中国，在欧盟引起很大的争议跟讨论，就会开始大家对中国，对于不只是中国，而是对于威权国家有很大的警戒心，因为它变得不可控制、不可预期，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像普丁一样突然就打了起来。对啊，所以那这个对抗的氛围下也会影响全球的政治经济嘛，就是当然会有更多的出口管制，那国际贸易还有这个企业，举例来说台积电在做布局的时候，全球跨国企业的布局也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就跟之前全球化布局不太一样。那就说回来，就是这个战争让这个全球东西对抗的态势变得很明显。另一个威权，大家对威权很警戒的，其实就是我觉得也是佩洛西访台事件。就是8月2号，这个佩洛西访台是发生在8月2号深夜11点，他到松山机场，到了8月3号，短短的这个旋风访台不到24小时，但却引发了堪称是第四次的台海危机，而且台美关系在1979年之后断交之后，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当然我们知道共军扰台，那对整个东北亚局势，包含对日本，都造成了很大的安全影响。也因为佩洛西访台，当然让台湾的这个被讨论度非常高，同时也加强了就是威权主义、威权中国对世界的造成的威胁。
让大家觉得更紧张更害怕。那这两件事如果放在一起看，因为若莹把它连结得很好，就是我们大家来看乌俄战争跟 Pelosi 访问台湾，其实基本上就是在1979年邓小平宣布把中国要宣布市场开放之后，然后中国开始进入了西方所谓的自由经济，虽然没有那么自由，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然后它依循着西方的经济制度在走的时候，大家会慢慢期待是它在经济制度走到一个比较成熟的时候，它的政治制度会跟着上来。可其实说实话就这30年来看并没有，所以就刚刚若莹说的，他们在发现没有的时候，而且再加上他们并不是一个民主选举可预测的政体，当中国或者是像普京他们在做这些不可预测决定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样子不行。他们要的是一个共同价值的，就不是一个共同，除了共同制度以外，他们觉得共同制度不够。因为没有共同价值的话没有办法成为盟友。因为我当然可以就像金小胖的北韩可以在国际上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没问题，可是当你走到一个区域或甚至全球的时候，尤其是现在是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也是不可逆啦，虽然之前有那时候已经全球化已经死亡或什么，但是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现象。当你走到全球化的时候，你不可能独善其身。然后回到刚刚若莹说的，在欧盟他们在对抗威权跟Pelosi 他美国而且是现任议长。以前我们在台湾跟美国1979年1月1号开始断交之后，就明文规定就是不会有任何的现任官员，尤其层级越高越敏感。因为这样等于在承认台湾的合法性嘛。那当那些官员来到台湾的时候，中国当然会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然后而且从1996年或是95年李登辉总统那时候访台开始，其实他们就已经设下了一些两方官员互访的一些标准。可是为什么Pelosi 他宁可就是冒着得罪中国或是让中国不开心的一个前提，他还是来到台湾，就表示他必须跟台湾的民主价值站在一起。那个跟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然后欧洲决定跟乌克兰站在一起是一样的道理。就刚刚若莹提到，就是这个连接点很好，就是当各个国家在发现我们尽管有共同制度，可是共同价值有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们还是支持我们原本拥护的那些价值，不会因为说你中国市场大我就屈服你，或者是你俄罗斯供应我们冬天的暖气我就屈服你。再怎么样都有替代方案，即使大家苦一点没有关系，那些替代方案都可以让大家撑下去，重点是我们要维护那个价值。然后像刚刚若莹稍微提到那个 Pelosi， 他等一下会跟我们分享一样，就是Pelosi 宁愿冒着跟中国就算后来那些中国军演啊什么那些必要的那些他们也是一样姿态要做出来。可是毕竟这还是让全世界知道美国还是拥护还是支持台湾的民主价值呢。这件事我是这样看的。的确裴洛西他自己是说他讲得很明，就是他的访问有什么意义，他说当然他来台访问他讲了他有三大重点，安全、经济跟政府治理。那再来他也很明确的讲说美国会一直与台湾站在一起，这个他来的其实他来美国国内内部也有很多的就是纷争，说刚好遇到其中对你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来呢，就是甚至拜登还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拜登的态度是比较希望说不要来比较好，对，缓一缓比较好。那他最后选择来了，就是这有很多，我觉得人家都说其实是实质象征的意义大过实质的意义。因为我记得在他的那个国际的在台湾的国际记者会上，有一个彭博社的记者就问的比较尖锐，就问他说你来了之后，那个中国这么大动作，你可以带给台湾什么样的补偿？对，那其实裴洛西没有明讲，我记得他是有提到说台湾台美之间的贸易的方面的互动一直都很好。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对，其实在我看来他的确是他
带来的东西不是一个像实质带来什么样的伴手礼，比如说拜登去这个东协的时候，或是他最近在干嘛啊？美菲峰会的时候，他承诺直接要给多少钱多少钱？嗯，援助啊那些。佩洛西访台好像并不是美国真的给台湾什么好处，真的承诺会军售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一种 emoji 的问题。对，但是他就是，我觉得就像他讲的，就是他要强调的是美国会跟台湾就是一起 站在这个抗中的路线上面，但是这也是另一个，就是我觉得乌俄战争跟佩洛西访台、台海危机，这都是互相映照的。人家一直挺你，一直挺你，但是自己必须要努力，就是因为我觉得国际政治或是国际新闻脱不了现实主义，甚至国际互动上就很像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嗯，我跟你有同样的价值，我跟你天然个性上很合，我们都相信自由民主的重要，可是在很多实际的问题上的时候，又自己又不能不努力。就是你如果一直把责任放到别人身上，就是这跟就是一般人的互动一样嘛，我都把责任丢给你，我做小组作业自己作业不写，然后我只是跟你很合的话，久了也其实也没办法，就这个友谊没办法长久。嗯，我觉得每个人是互相，国与国之间也是啊。嗯嗯，刚刚若盈也讲到，其实没错，就是尤其是美国啦，是非常非常典型现实主义的。我们说实际主义好了，现实好像感觉在中文有点负面，就 realism。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大国政治里面真的没办法，你必须要这样。嗯，然后在刚刚我们前一节节目也稍微有聊到，你说台湾兵役的延长，嗯，因为也是在第一岛链，不管美国对日本、美国对南韩、美国对菲律宾，或是美国对甚至下面的印尼等等，嗯，这个第一岛链，它就是要阻止中国冲出来的时候，它不可能有任何一节是弱化的，嗯，然后当台湾在本来的意思，本来是要从义务役慢慢转到志愿役，然后让义务役消失，嗯，但是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衔接的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志愿役一方面撑不上来，义务役然后又缩短的状况下，美军来评估的时候，就真的发现了这边是个缺口。嗯，缺口之后，他的建议就是我们今天目前看到的结果，嗯，就不得不吞下去的结果。嗯，因为就是呼应到刚刚洛盈就说的，人家一直挺你、挺你、挺你、挺的时候，我们本身如果没有那个展现给人家说好，我会努力，或者是我就是会努力。把它撑起来的那个感觉的时候，人家也挺不下去啊。嗯，哦，嗯，其实自己态度很重要。就去年有一件事影响到今年，嗯，就是2021年的阿富汗撤兵。阿富汗，美国也是扶植了非常久，阿富汗政府军，嗯，那最后真的是一系垮台，嗯，就是发现其实他们根本自己没有办法撑起来。嗯，所以就也不是塔利班应该也蛮惊讶的，对对，他竟然就是马上就这么轻易的总统直接就流亡了。嗯，对对对 对，嗯，那佩洛西访台到八月，那接下来那个洛盈还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国际，你觉得在今年2022可以跟观众在听众再多分享的一些国际大事？国际大事，我们可以来看看，就是对啊，前面两个我觉得是对台湾跟对全球局势影响最明显的两个，嗯。那另外也有很多，比如说，因为这是2022的最后，等于算是总回顾嘛。我觉得有两个人物的离世，也让大家非常非常的错愕，哦，或是非常不舍。以及震惊，嗯，一个是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我两个都非常有代表性，对，哦，然后因为安倍其实是已经卸任的人，对，然后他在那个讲台上就这样光天化日之下就被散弹枪打，然后但是英国女王的时候，我是更震惊的是。我前几天还在推播上面看到他接见的时候新的特拉斯女首相，对，他还在见 Truss， 结果隔天就是我一样收到一个推播，我就看到英女王，但是在后面的动词我比较震惊，对，就他在前一天都还在恪尽他的职守，对，
啊，其实我们说安倍也是，他那时候也是在帮他的那个党在助选。对。那但所以是他后来的一些安全措施啊，都被检讨，甚至于那个凶手本身对于安倍、对于日本政府的一些仇恨，也被拿出来讲。那这节节目，洛莹跟我们提到了就是乌俄战争跟 Pelosi 访台，然后就是跟听众朋友稍微分享。西方国家不只是西方国家，就所有国家在选择自己盟友的时候，是会跟自己价值观或者是跟自己比较合作，然后思考会比较类似的国家站在一起。然后在这个同时，我们台湾可能自己也要思考一下，在我们拿到这么多恩惠跟拿到这么多援助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撑得起来？那下节节目我们就请刚刚洛莹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有关安倍跟伊丽莎白二世过世，然后对整个世界局势，或是他们自己国家，甚至于还有我们可能对台湾的一些影响。稍后回来，谢谢。好，谢谢听众朋友回来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这里是台北进行式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简嘉宏，在我身边的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年国际大事的吴洛莹小姐，她本身是一位媒体工作者。那她在前两节跟我们分享了有关乌俄战争的发生跟对全球的影响，还有今年八月 Pelosi 冒着中国不开心的一个前提或者是代价，然后跑到台湾来声援或支援支持我们的民主政体。那这两件事在谈完之后，刚刚洛莹也在上一节尾声的时候稍微跟我们提了一下，其实今年有两个名人的逝世是还蛮让人震惊跟错愕的。一个就是日本刚退下来的首相安倍晋三，他在车站前面的竞选的助选的演讲，他站在台上就活生生的被散弹枪给击中，然后其中一颗子弹是到心脏，所以他可能比较回天乏术，当晚就宣布不治了。那另外一个是更久，他可能是好几代英国人或是全世界人的一个共同记忆，那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那我们请洛莹来跟我们谈谈这两个名人过世的新闻跟他一些可能产生的效应这样。那安倍是在7月8号就是在帮这个奈良的自民党的候选人助选，等于是几乎是投票前一天嘛。对他就是助选的时候突然被枪击。那我记得台湾时间是中午吧，他接近对11点多，对，也是就是以电视台来讲，就是你已经决定了一二新闻都已经差不多要排好了，对，要播出去的时候，突然发生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大家想应该还好吧，应该不会太严重吧，是轻伤或是一个意外这样。对，没想到当天下午就确定安倍就已经离开了。那安倍的地位当然在日本他是最久的首相，而且他等于是帮日本等于在这个重返外交舞台上夺回话语权，他是很有分量的人物，因为这个印太战略，对，然后这个四方联盟，其实安倍都被认为是推手。那他过世的原因就是这个凶手我记得山上彻也，他就是因为他妈妈被这个统一教捐了太多钱，捐到家里都破产了，那他觉得安倍跟这个统一教有连结。那后来其实这件统一教这件事情对岸田处理起来也是很棘手，因为后来发现其实对日本的政治人物跟这些宗教啊，或者特别是统一教，其实真的好像关系很确实有关系，很尴尬。对，然后而且也因为这样统一教的跟统一教有关的政治人物就被迫辞职下台。对，那我记得那个凶手是海上自卫队出身的，对，所以基本上那时候在安倍这个暗杀新闻出来的时候，他们日本主要讨论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枪杀暗杀这种政治人物的事件了，对，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还会有，或甚至于他的外公好像也受就是记得是岸信介嘛，也受 也是被枪击过，就是会被袭击过，但是没有像他这么直挺挺的站在演讲台上，然后直接从后面开枪的。那基本上那个凶手他
犯罪动机到现在就是刚刚洛瀛说的啦，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动机，日本也是还蛮多说法。然后第二个是刚刚洛瀛讲的，其实安倍把日本整个的国力跟他的国际形象带到应该算是20世纪、21世纪的高峰了。嗯，包括他即使遇到疫情，他还是很努力、很勉为其难的把他接下来的东京奥运。嗯，好、哦，那其实这些在承办的过程等等都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嗯，然后再加上日本在安倍的带领之下，他其实对于中国的一些抵抗跟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安倍其实是蛮不客气的啦。嗯哦、所以他安倍在其实一般不管是在日本或在全球的人的心目中，其实 都算是号人物，所以他的逝世会这么震惊，一方面是太突然了，二方面是大选前一天。嗯、但最当然最重要就是因为他的地位实在是他当了那么久的首相、嗯哦、基本上已经就是烙印在日本人的心中了，就算他的下台之后，他其实在日本还是蛮有影响力的啦。嗯，然后我不知道，那洛瀛对安倍还有要补充的吗？因为安倍就讲了一句嘛，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对，那对这个就是安倍是算是近代最有台、最亲台的日本首相，是。所以那他走之后，大家也是会在想说，台湾跟日本的关系怎么样？那短期之内看起来，岸田文雄还是走在这个安倍路线，嗯、日本还是对于中国也是保持一定的警戒。嗯、不过同样的问题，当有共同利益，就是经济影响很深的时候。大家都不得不要有一些转圜余地嘛，所以那对台湾来说，过去可能因为安倍所属的自民党就是长期等于是自民党大过其他的政党嘛，对，日本的政治就是自民党的派系角力决定了日本政治的走向的结果。那台湾方面就有日本的专家，比如说野岛刚，他就认为说安倍派的凋落，那接下来三年就是下次日本选举之前、嗯、对岸田文雄来说是他中间比较没有波澜政权稳定的黄金三年。那他会怎么做？他会不会继续，如果这个经济很受影响，比如说日本也是受通膨、受乌俄战争、能源影响非常深的国家，他会不会为了要救这个日本的经济更多的往中国站去？那 借此影响了他日本跟台湾的关系、嗯、我相信影响可能不会那么大，但是这中间是怎么改变的，那就是2023很值得观察的事情。那台湾方面就是也是一样，因为安倍派的凋落，那台湾在外交体系方面可能也就要更注意，因为在日本现在还是比较属于没有明显像以前过去安倍的亲和会可能很明显就是最大的，那必须要跟他打好关系。那接下来的话就台湾要怎么维持台日关系，继续台日一直都还蛮友好，很明显台湾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去日本玩，解封之后大家应该最想去的就是日本了。对，可是在政治互动上面有台日位置非常的近，然后也都跟中国很近。嗯，对，没有错。那个你刚才讲到去日本，我现在知道好像去日本的机票一个人来回好像要3万多块，嗯，就很高，但是还是卖到没有票可以卖。嗯，啊，这也显示出台日之间的情谊确实不只是旅游啦，就是在政治上也是。那如果我们谈到了安倍在日本十几年的贡献，然后他的突然的骤逝让日本人跟全球震惊之外，那如果我们再谈另外一个的话，那他应该是安倍可以讨论的大概4-5倍以上。嗯，哦，那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嗯，那我记得他过世的消息在他们英国那个王室发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台湾的大概接近晚上11点多，没错，深夜。嗯，然后那你们隔天怎么就看到这个新闻的处理的？就应该不太像安倍突然发生那种 breaking 那种比较手忙脚乱。嗯，哦，但是隔天去的话，你们应该也是蛮多东西要做的。嗯，哦，对，就是的确，哎，我记得隔天就是我刚好就有值班，然后我是值早班，对，所以就是当然就是各个角度嘛，女王的生平啊，女王的怎么说？我想想，生平啊，然后个人档案或者是她
可能一些周边，或他到过哪些国家，对，那他特别的事情，离世的事情。那比较后面一点，可能就讲女王的衣服穿搭。总之，伊丽莎白女王96岁，真的是太多太多故事可以讲。96岁又在位70年，那对。像70年，你今年如果是英国70岁的民众，就是你一辈子就是这个女王。对，绝大部分人都就是经历这个女王，而且女王在位的时候，她自己一个人，我记得她就女王都是同一个，但是英国首相就换了有14个，包含她上任前刚换的特拉斯，这个真的非常戏剧性，因为特拉斯才前几天，他们我记得那张照片，就是女王很那时候已经看起来蛮孱弱的，反正就是有特拉斯当选之后飞去巴尔莫勒尔堡接见她，没想到她就女王就就在当地过世了。对对 对, 对, 对，那说见了14位首相，再来就是他美国总统，他也见了13个。他本身就是一个活历史，其实对，从二战到现在，然后他爸爸也被拍成电影。那王者之神，好，然后他就是女王，基本上就是一个稳定英国民心的力量了，不管在什么时期。嗯，然后他其实，其实我相信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讨论到，他跟 Charles the Third， 那 King Charles the Third， 他们两个母子，其实，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很不一样。嗯哼，而且 Charles 自己好像也认知到这一点，所以他必须有一些改变做法。然后其实我们如果一般在讨论女王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她勤政爱民的那一面，但其实就整个王室来看，英国其实有蛮多讨论，就是包括我们要不要留着这个制度，然后我们需不需要每年用这么多的公帑去养这个王室，还有在大家21世纪的时候，王室有没有需要一点改变，甚至于更极端的就是 Charles 能不能就不要即位，直接让 William 上来了。因为我 Charles 也等很久了。他后位了大概几年啊，就大概差不多70年还是几年，也是很久。然后我是想请若瀛谈一谈，就是那你那边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女王的一些她逝世之后，或者是她在世一些什么，对于今年或者对于国际现实有一些什么影响。女王本身她因为她是虚位元首嘛，所以其实她对国际政治的政治影响是不大。当然她的葬礼可以看见政治大咖云集，确实拜登都去了，那法国总统马克宏等于是变成一个人家说葬礼外交，德仁天皇也去。 对，然后记得如果真的说影响的话，女王的葬礼被后来马上接着办的这个安倍的国葬一直拿来做比较。对，就是人家后来也对安倍讨论说，女王办了花好像是13亿嘛，安倍的国葬花的竟然比女王的还要多更多。对，那大家就会讨论就发生什么事。所以 以政治影响来说，其实我觉得女王是比较在国际外交场合上，其实民众也很喜欢看英国王室新闻，因为总是觉得王室有一层神秘感。对，除此之外更有人味，就是你会很想要知道这样一个家庭会不会跟你的家庭会有同样的共鸣。比如说女王也是需要处理家里儿子闯祸这个安德鲁王子，或是处理儿子媳妇离婚，或是孙子等等等等，就是人家会觉得也是凡人。对，也是凡人，没错。但是若瀛讲到这个，因为就是前几天也刚好上了一部 Netflix 的那个哈利跟哈利的访谈，他也谈到了一些王室。我本身对于王室新闻有时候在处理的时候，我会比较不想偏那么八卦的原因，就是就像刚刚若瀛说的，他的 duty 是一个虚位元首，但其实他不可能卸下那个 duty， 但是他另外一面，他也是一个凡人，他也是人家的妈妈，人家的婆婆，人家的阿嬷等等。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国际新闻，尤其在撰写的时候，不太会去需要太神格化他了，只是我们也是需要把他比较不平凡的一面带给大家。那若瀛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Q 那个 Q1 就是 Queen Elizabeth 的 Queen。对啊，就是他这个那个梅根，哈利王子与梅根这个影集这几天也是
在欧美造成轰动，那台湾其实也蛮多人看的。然后其实我们也蛮喜欢在那个电视台开稿，其实也还蛮喜欢开他们的，因为的确就像我说的，台湾民众他蛮吸睛的，对他蛮吸睛的。那之后当然这个英国王室就看查尔斯能不能继续维持这个稳定民心的功用嘛。不过英国整体来说还是一样。如果是国政方面，那就是要看这个刚上来首相超过他当了超过49天，比他的前一任特拉斯有终于有当更，不能说终于，幸好有比他当更久。印度裔的，对，没错。那因为英国那最严重的还是经济问题，那同时换了一个是首相，一个是国家的元首，都面临变动的时候，英国要怎么继续下去？对，这是2023年。查尔斯配上如果没意外的话苏纳克、对他们怎么带领英国度过经济危机。而且查尔斯然后明年五月要登基了。对、哦、那这集的节目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可以请到镜新闻的国际中心记者吴若莹来跟我们讨论今年跟盘点2022的国际大事。那其中对台湾比较有关系的除了乌俄战争之外还有 Pelosi 的访台、哦、那若莹也蛮强调就是在国际政治上我们会选择幸好我们选择了民主这个政治制度跟那个价值也还好我们的经济实力还可以但是在就像您刚刚说就是如果军事实力再上来的话别人会更愿意来帮助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就是天助自助者啦、就像乌克兰的例子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那还有提到两个比较让人家怀念的名人安倍跟伊丽莎白二世、这两个在他们各国跟在全球的地位也让大家至今仍然就是已经几乎快半年三个月的时间还是对他们念念不忘、那我们也蛮期待就是日本跟英国在新的元首或是首相的那个带领下有些新局、那以上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结束今年2022年其实走到岁末年终其实还蛮大家还蛮辛苦的那希望各位听众在2023年有一个美好的开年跟美好的一年谢谢大家、拜拜拜拜。